第二十题，玉馨在桌面平放一纸板，中央垂直穿过一连接电池及开关的指导线，分别在纸板 A、B、C 柱四个位置放磁针，装置如右图。请问通电后各磁针的偏转方向为何？这里是电流产生的磁效应，要用的是安培右手定则。我们的电流方向是从正极流到负极，所以在中间穿过去的地方，电流是由下而上。于是我们比出安培右手定则，像这样，这个四个手指头所圈出来的就是我们磁力线的形状，是一个同心圆的样子。那么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磁场方向，就是 N 极的受力方向，所以我们在 A 点这里切线，我们的是指向我们的南边，我们在我们的 B 点做切线，指向我们的东边，在 C 点做切线，指向我们的北边，在 Z 切线，指向我们的西边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二十题他问我们说，请问通电后各磁针的偏转方向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应该选的是 Z 磁针 N 极向西偏。